出港的话要过水道方面。那加上这艘船在平地开，其实它的特色肯定平就开不出来。哇塞，如果楼上楼下这样拍它。小瑞，你帮我看看那个钓竿是合同多少磅吨？好，等一下纪念上来看，拍它的字。那、你不知道下面是录影？啊，我一只手拿，我这个没有办法踩啊。啊，我一只手拿相机，一只手拿脚架啊。如果是我，我就放弃录影。我是要放在频道让那个国外的船友看了、其实你可以用照相然后做成幻灯片，不一定非要用手机。钓竿的合纵那个字没看到，他就变成要回去查。其实也蛮特殊的，它的合同应该是写在另外一边的。小钓竿有十二十，钓竿有大概有十五七二十秒。后面那只没看到。没有了，右边那只。右边那只有啊。二十吧。SW 有十五七二十秒。他左边那个是已经，左边那一个应该要在另外一边看了。这要看他哪一天佛心来的，让他变成白天出港。就等等看吧，说不定有。这种船叫。